小鱼啊，嗯，遐几个空纸箱啊，阿妈来去捡，啊，你先去摕便当了后，再来找我，吼。哎，阿妈，唔免啦，无采几个纸箱啊，而且哦，你唔是讲你巴肚枵，咱赶紧来去摕便当，赶紧转来找伊食。哦，我哥卖珍珠奶茶，你是啥物无采迄几个纸箱啊？啊，你来遮尔啊讨钱哈？你还知呢？迄钱哦是爱十块哦，啊一个啊一个爱心，爱沓沓个接接接接接接接起，啊接十个、二十个，啊落两百块安尼。嗯，钱就是安尼，沓沓啊甲欠落来。做人哦，袂用个遐尔啊讨债。你爱听阿嬷的话，知影无？你哦，赶紧哦去摕便当，啊阿嬷来去捡纸箱，足紧就转来吼，莫来去。哎，阿嬷，阿嬷。蛮好啦，我都趁这个时阵哦，甲便当赶紧买买，较免我付钱的时阵，阿妈发现我是咧骗。阿妈，那你哦，你乖乖伫遐等我，有听到无？哦，你来遐尼啊啰嗦哈，啊，干那伫七交代八交代，你是有够烦的呢。啊，无是我阿妈，也是你阿妈哈，进来啦，你进去摕便当啦。好，好啦。哎呦。小鸟，趁啊，这个时间，头前拢有足多空间啊嘞。嗯，我是来甲捡捡的哦，较袂去互拍算去。我哪会这么糊涂啦？干阿哥要救你吼，煞袂记得讲吼，金花一个查某人去酒店，面对迄猪哥，会拄着危险啊。万不离，迄个大法官真正要对金花安怎？我一个查某人。哪有办法把金花救出来啦？要不过，我若是无入去，啊，金花被人强去，以后我是要安怎面对伊？伊敢会误会讲是我超过设计伊的？哎呦，这声哦，我真正是跳到淡水河拢洗袂清啊啦！妈，啊，你今日要过啊？阿姨晚餐无？无啦，这款所在，我哪有迄个勇气当入去啊？搁再讲啦，今日哦是我对金花提出这个要求，我无迄个面会当面对伊啦。妈，莫讲是你啊，就算你爱我陪你做伙入去，我嘛唔敢。你看，连你妈安尼讲啊，我哪会这么无良心啦？叫金花家己去哦，想想。我实在足自私的呢，你嘛莫安尼想，啊，正经爸的应酬拢是来陪伊做伙去的啊，这种所在定定来，凡事伊早就关心啊关心啊。当初我就是安尼想，我才会拜托金花讲哦，是不是会当答应我去甲迄个小弟哥好关做伙食一顿饭啊？我想知影，伊有可能会拄着危险啦。哎呦，妈！别人去叫做危险，宋金花一口查某去叫做拄仔好尔。你哪安尼讲啊？我敢有讲唔对？啊，宋金花是诱拐查甫人专门口的啊，食到迄个血素，佫死性唔改。凡事哦，叫伊甲迄个小弟哥食饭，伊佫食了足欢喜的嘞。当初我是真去讲哦，伊甲恁爸笑去啦。啊，对尼克伊款爱骂的态度，啊，不过你拄则嘛有讲啊，恁爸的应酬哦，拢是伊伫个陪的嘞。这几年哦。那不是有伊，恁爸这块小弟哥的个性，哪有小三尔，小四、小五、小六拢有可能啊啦。所以你即马是咧感谢宋金花甲你公家翁婿，嘛无爱计较伊先转有关尼克的事。哎，想想的哦，迄宋金花有时阵讲的话哦，嘛有道理啊。你看，这几年那不是有伊，我就有可能大宝的围保袂掉啊。啊，若是尼克，你嘛小体谅一下，
已经有可能对伊的旧情人无法度放下，你就莫这么计较啊啦。我是安怎体谅伊？伊无法度把伊的旧情人放袂记，迄是伊的自由，甲我也无关系啊。啊，不过伊影响到我的感情，我就无法度原谅。搁再讲，我自细汉到大汉，看你为着伊这第三者，半暝爬起来偷偷哭几遍啊，我过去对伊的原谅，感觉无够。啊，好啦，莫搁讲这啊啦，我有够烦啊啦。今日哦，我甲金花提出这个要求的时阵哦，伊一开始是唔肯的呢。啊，不过伊听着讲，丽红伫个感觉内面，互人欺负到安尼，伊就软心啊。你看，伊一开始是唔肯，啊后来伊嘛有答应我啊。我看你是甲家己面底皮垫伫个涂骹打互伊看，伊唔才会点头答应的。好啦，这就莫管啊啦。迄事实上哦，伊有甲丽红斗三工。搁再讲啊，那换作是我，明明知影这个法官有问题，我就袂来啊啦。想想的吼，我哪会这自私啦？好啊啦，你嘛莫着急，我毋是已经去处理啊。就算咱入面嘛无法多斗三工啊，我看咱先转去啦。啊，转去以后你才甲伊回室内就好啊。我甲爸哦，拢会替你讲话。希望你爸哦，会当甲伊救出来啦。会啦，会啦。无，咱先来等，看安怎以后再搁讲吼。就安尼啊。我着知影吼，这座巷仔内面哦，有足侪空间啊，通搁捡。哎，赞赞赞，袂歹。那安尼哦，我可能会卖几啊块呢。这是什么所在？啊，我来伫遮。歹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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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歹人！哦，哦，啊！哎，迄头前是弄着啥？流浪猫也是流浪狗啊？刚刚是一个老大人跍在涂骹呢，会知伊冤怎无啊？咱快去看卖嘞，若是弄着人，咱肇事逃逸就唔好啊。咱着赶紧去到三江报警，叫救护车。我刚才无弄着。阿妈，你有安怎无？有受伤无？阿妈，你有安怎无啦？看起来迄开车少年人无被走逃，迄阿妈应该嘛无代志。咱来等啦吼。阿妈，是你哦、喔！啊，小鱼咧，咱无跟你做伙啊！有歹人，有歹人，我要走，我袂用去叫看到，有歹人，有歹人。这也无歹人啊！嘘，较细声，唔通叫歹人听到。嘘，较细声，较细声。阿妈，歹人已经走啊，无代志啊，无代志啊，哈，无代志啊。真是嘞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好佳哉，好佳哉，歹人已经走啊！啊，我系惊死！阿弥陀佛，阿妈，啊，这么晚，你若一人伫外口啰嗦啊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小安安啊！我之前搁煮物件互你食呢，啊，你搁讲我煮的味噌丝肉，甲你煮的杂菜汤同款好食。你袂记啊？你讲我有食过你煮的味噌丝肉？有。我搁甲你讲哦，我用的海产拢是用上鲜上好的，你搁烦恼敢会用伤贵？阿妈，无采我煮给你食呢，你安尼甲我放袂记，我会足艰苦的哦。你买米歹人哦，奶奶就坐我的车。啊！派人入去卡，我的车哦有四个链啊，安尼走较紧，对无？对，紧，找我来坐车，紧。袂用有派人看到我，啊，若无代志就大条啊。阿妈，我这玻璃哦，
外口看袂入来啊。你讲白贼，迄玻璃遐尔通光，我就会当看到外口啊。外口嘛一定会当看入来，你唔免骗我。你阁甲恁阿嬷不甲无去啊？到底是恁阿嬷失智，还是你失智啊？稍等，我会传位置予你，你赶紧给我过来。阿嬷，坐车哦，爱系安全带，加安全啦。来，哪里？你看袂着我。你看袂着我。妈，你先坐，我先看啥。我就感觉足奇怪，敢若有人在看我呢。哦，拜托的，你莫阁烦恼迄个宋金花好不好？我唔是伫咧讲迄个宋金花，我是伫咧讲，哎，爸传简讯来啊，伊讲已经无代志啊，起码你会当放心啊哦，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啦，安尼你又免阁烦恼啊。刷落来哦，讲我宋金花一关呐，我真正无迄个面去面对伊啊啦。啊，我真正互你拍败呢，像你搞超凡，回电话一定会替你讲话。是搞是担当啦，囝，就安尼啦。啊，周姐，你买的哈？食饱啊，趁少食。哦，够饱啊。对啊。你来看，这条包啊，哦，就甲野牛同款，遮尼啊大粒，搁遮尼啊圆，看起来哦，就知影一定足好食款的。哇，阿妈你足厉害呢！啊，包有好食无？用看就知啊。遐也着搁讲，那阿妈我吼，对少年到我即马哦，迄包啊，有食过几啊百粒个啊。讲哦，人阮小鱼哦，伊嘛足爱食包啊呢。伊哦，大便哦，那咧食早顿哦，一边哦，拢爱食两粒才有够哦。是讲哦，迄包啊，对一粒7块，卖到即马一粒14块。啊，迄物件哦，哪来哪贵，起价起到遮凶。我看我以后哦。无在条过阮小鱼哦，一边食三粒包啊！阿妈，啊，阮小鱼来啊！哦，小鱼，阿妈伫咧遮。小鱼，你来啊！小鱼，阿妈，你哪里往北走啦？小鱼啊，进来，进来吃肉包，还佫有足好食的素心汤哦，来。啊，那有这包跟素心汤，我不爱吃啦，阿妈。多谢不是讲话，你去叫我抓箱啊！啊，你伫遐乖乖等我，结果你安尼走无去，我真正是紧着坐，我胃阁开始疼呢。哎，你啊，无甲阿妈顾好，让伊走无去，即马阁要接伊啊！